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雍容华贵的牡丹花瓣的绑针花样。好，这款花样编织出来特别大气，用来织男士毛衣、毛背心还是挺不错的，同时编织毛衣外套也特别上档次。好，其实针法也不难的，它是11针一组花，我们起针就起11的倍数加2针编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花样呢就是4行一个循环，很大气的一款花样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好，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24针两组花。来看第一行的织法。啊，编针我们就织一上四下。好，然后再织一上四下。再织一上。啊，这是一个组合，就始终重复这11针循环去织。我们继续重复，一上，然后四下，啊，再织一上，四下，啊，一上，啊，最后编针。也就是这个花样就重复一上四下，一上四下，然后再一上循环去织，也就是11针的花样。来看第二行，啊，第二行其实就是看到下针我们织下针，看到上针织上针，也就是一下四上，啊，再织一下四上。好，然后一下，啊，重复这个组合，继续一下四上，然后再一下四上，啊，一下一边针，啊，重点在第三行。其实一行、二行和四行都是重复的针法。啊，来看第三行，编针一上。啊，下面我们织个4针的交叉针，也就是左边一针与右边3针相交叉，就把左边的这一针给它放到上面，啊，右边的3针放下面。好，这4针的交叉针，大家仔细看，这4针交叉过之后。啊，我们织两下，然后加一针，再织一个右上二并一，挑下一针，织下面一针，好，把挑下的这一针给它拨过去，然后一上，啊，再织一个右上一针交叉，同样4针的交叉针，把右边的这一针放到上面。啊，先从后面把左边的这3针给它挑下来，啊，右边的放上面，左边的3针放下面，啊，交叉过之后这4针，我们可以这样织，这4针织一个左上二并一，也就是两针一起并掉，啊，加一针，然后两下，啊，再一上。啊，就重复这个组合，我们继续第二组哈，一上，啊，4针的交叉针，把左边这一针给它交上面，啊，交叉过之后，这4针，我们织两下，然后加一针，再织一个右上二并一，一上。啊，这边是同样4针的交叉针，把右边的这一针给它交上面。啊，交叉过之后，这4针可以这样织，先织左上二并一，两针一起并掉哈，加一针，两下。好，然后一上。啊，最后编针。第四行的织法，
还是同第二行是一样，知道看到什么人，知什么人，边针也就是一下，然后四上。啊，一下，四上，好，一下，好，重复这个组合，继续，一下，四上，好，一下，四上。好，然后一下，啊，最后边针，啊，这个牡丹花瓣就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，啊，多织几组效果就出来了，啊，非常雍容华贵的一款花瓣花样，啊，其实织男女毛衣、毛背心都是可以的，编织帽子也特别好看，很别致大方的一款花样，啊，下面你就始终重复这四行的编织循环去织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